子暴风雨来了，对面的树枝都吹弯腰了。我站在这田坎上，会不会被风啊吹得跑哟？不会的，你那个地方是这样的。啊，好大的机会呀！一群捣蛋的伢娃儿又游过来了。刚听舅公说捡了好多大鸡骨，给你们看一看。大鸡骨好漂亮！哇塞，好新鲜啊！我来捡的大鸡骨。哇，好新鲜啊！今天捡的哇。哦。哦，好安逸啊，安逸安逸。有人。哦，不是的。我吃香钩。那我一看哈我的。哦，没得嘛，有。走。小雨来了，小雨来了，快快快快快！快点，大雨来了，快点快点，骑起回去。骑的焦，快我骑的焦。快点跑哦，下大雨来了。走，快捞我的房子给。把我的生意正在来了。跑慢点，等好我们。快点，都抓了，都抓了，生意。哎，等他久，等他久。我阎王跑出来了。哎呀，小燕子跑出来了，快点把它拿进去。小燕子跑出来了，姑婆家的，把它按进去。姑婆家的小燕子出来了，哎，带进去。小鸭子。哎呀，洋洋把那里，姑婆山吧。哦。他拿着公公，快点捞出，哎，跑出来。那跑出来。哇，燕子跑出来了。好多小鸭子呀！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！来，发财虫！来，姑婆一换。来，今天钓鱼没有钓到，回来准备弄饭。如果你把鱼呀钓到下去，我先就不弄钱了。就吃鱼了嘛。哦。薛平炒这个钱了，我发觉好吃，你炒了。我炒了都赶不到你。有，还有个。今天没钓鱼，没钓到，回来弄就弄了一盘炒茄儿，然后今天晚上还加上还有一点菜，然后就可以吃晚饭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、留言、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哦，拜拜。